这场比赛目前来到是四局的下半，比数方面的是5-0，由台中威达取得领先。打架轮到是第七棒的林焕宇，游击方向的滚地球啊，这个球你手漏掉了。哇，这还没有对倒去了，就会感到无妄之灾。嗯，接着上场打击的是张建民的这个球并没有掌握好，结果最后球漏掉了，形成了失误。这场比赛，崇越出现了第三次守备失误了。正面过来，这个球没有进入到手套的甜蜜点。